婆婆把我女儿扔马路上，导致她被汽车撞飞，老公拿走赔偿款却放弃治疗，转身就跟我提出离婚。我发疯跟他们同归于尽。再睁眼回到了女儿被撞的当天，阮雪，你的脸色怎么那么难看，是身体不舒服吗？我刚睁眼就看见了老公苏广帅气的脸，他跟从前一样对我温柔细语。他怎么还没有死？我明明放了一把火，和苏家人同归于尽了。苏广的声音继续传来，今天咱妈带女儿，你好好休息吧。一提起女儿，我就想起她被婆婆扔在马路上，导致被汽车撞飞等等。她说什么？女儿也没有死。我赶紧掏出手机扫了一眼，时日十点，我重生了，回到了女儿出事前半个小时。我立马把苏广推开，飞奔出门。上一世婆婆说女儿闹脾气，非要停在马路中间不肯走，结果就被路过的车撞飞，导致重伤。当时我在医院里崩溃大哭，婆婆却哔哔哗地责怪我，都怪你把她宠坏了，若不是她闹脾气，我能把她扔马路上？哭什么哭，晦气，一个丫头片子而已，死就死了，又不值钱。我来到了出事前的那条马路上，果然看见婆婆牵着女儿的手正走在人行道上。下一秒婆婆的骂声就传了过来，臭丫头，你别怪我，要怪就怪你妈没钱，她跟娘家断绝关系，我儿子没有岳父母帮衬，这几年过得多累啊。我心头一颤，当初父母反对我跟苏广在一起，我为了嫁给苏广跟家里的关系已经破裂了，没有了联系，如今婆婆竟然怪我。女儿只有三岁，眼睛一眨一眨的，根本听不懂婆婆的话。婆婆继续巴拉，我儿子长得帅，他不应该娶阮雪，他应该娶白富美，但是白富美的家庭肯定不会喜欢有娃的男人。臭丫头，你就是个阻碍，我的心跳慢了半拍。上一世女儿出事后，婆婆一直说是女儿自己闹脾气，非要逗留在马路中间不肯走。我当时就疑惑了，女儿一直乖巧懂事，她怎么会出门就闹起脾气了呢？现在一看，怕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我赶紧掏出手机拍下了视频，只见走到人行道中间的时候，婆婆突然把女儿推倒在地，恶狠狠地对她说，臭丫头，你就坐在这里不许动。女儿被吓哭了，奶奶奶奶，一边哭还一边伸手想要奶奶抱。婆婆，哭什么哭，晦气，安静的在这里等我回来，不然我就不要你了。女儿瞬间就住了口，双肩不停地颤抖着，却不敢哭出声了。我的心一阵阵揪痛，婆婆重男轻女，总是说女儿是臭丫头赔钱货。女儿年纪虽小，但是也察觉到奶奶不喜欢她，平时就不敢逆过奶奶的意。被婆婆这么一吼，女儿还真的坐在地上不起来了，婆婆也毫不犹豫地走了。我心头一紧，这可是在马路上啊，随时会有汽车开过，婆婆怎么能如此狠心？我的女儿可是她的亲孙女啊。我立即冲过去，迅速把女儿抱起来就走，女儿的脸上还挂着眼泪，可怜兮兮地看着我。妈妈，对不起，我惹奶奶生气了，我的心一阵阵揪痛。我的女儿到底受了多少委屈啊？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，我月子后就出去工作了，苏广就喊她妈来照顾女儿。婆婆不讲究卫生，重男轻女思想严重，常常喊女儿做臭丫头、丫头片子。我念着婆婆带孩子也不容易，就一直忍让着。哪想到她竟然还要我女儿的命。我拍了拍女儿的背，安慰说，是奶奶的错，你没有错。随即紧紧地抱住了女儿。重活一次，我一定要好好保护她。回到家，我把熟睡的女儿安顿好，就找婆婆算账。何招娣，你把我女儿扔马路上，是想害死她吗？婆婆名字叫何招娣，她的原生家庭就是个重男轻女的，没想到受过迫害的她还要迫害我女儿。一听见我直呼她的名字，她就气呼呼地从沙发上跳了起来。阮雪，你反了，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婆婆吗？儿子，快来管管你的老婆，她反了，竟然敢欺负我。老公苏广冲了过来，一看见他妈红了眼睛就斥责我，阮雪，咱妈周末也帮你带孩子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今天是周末，平日里工作日是婆婆帮忙带女儿，周末则是我带。我的眼睛湿了，大喊一声，他竟然把女儿扔在马路上，你知道有多危险吗？说着我掏出了手机，准备让苏广看看当时的视频，但是视频还没有打开，苏广就又嚷嚷了起来，妈回来的时候已经说过了，是女儿自己闹脾气，我妈有什么错？再说了，女儿是你生的，你自己没教育好还能怪我妈？我妈平时帮你带女儿已经很辛苦了，你凭什么指责她？你必须给我妈道歉。我心底一沉，默默地收回了手机。谈恋爱的时候，苏广明明是一个深明大义且是非分明的人，现在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？还一口一口地说我的女儿，女儿又不只是我一个人的，明明也是她的女儿啊。何招娣突然瘫坐在地哭喊了起来，我的命苦啊，一把年纪了还要被儿媳妇嫌弃，我回老家算了，我走了，儿媳妇就满意了吧？我立即接话，那你就走吧。门在那边不送。何招娣没料到我真的赶她走，愣了愣，随即就大哭了起来。天啊，我不想活了，我不想活了。苏广一边伸手去扶何招娣，一边骂我，阮雪，你发什么神经？你把妈赶走，谁帮你带孩子？我冷笑，女儿三岁了，我多次提出送去幼儿园，他们两母子却总是拒绝。何招娣说她有空可以帮忙带孩子，不用浪费那个钱，还不如把那个钱给她。苏广说她小时候就没有上过幼儿园，不一样考上了大学吗？苏广扶着何招娣坐了下来，又吼我，阮雪，赶紧跟我妈道歉，不然我妈以后就不帮你带孩子了。何招娣得意地昂起了头，仿佛她就是家里的大功臣似的。我瞪了苏广一眼，谁稀罕，我要跟你离婚，你和你妈一同滚出去。苏广和何招娣没有滚，厚着脸皮留了下来。我住进了女儿的房间，开始起草离婚协议书。夜里我起来去倒水喝，刚走到客厅门口，就听见了苏广和何招娣的对话。何招娣，她要离婚，你怎么不答应啊？离了就可以娶胡秀了。我心头一紧，
胡秀是谁？苏广瞒着我在外面有人了。苏广，妈，你傻吗？房子是阮雪婚前买的，离了婚我们住哪里？合招地。胡秀不是有大别墅吗？住他别墅啊，妈这辈子还没住过别墅呢。苏广，妈，胡秀年纪还小，还是少女心，喜欢浪漫，喜欢仪式感，喜欢20万彩礼，我现在哪有钱给他彩礼啊。何招娣，胡秀那么有钱，为什么还要彩礼呀？阮雪进门的时候就没收过我们家一分钱彩礼。苏广，能一样吗？胡秀本来就是有钱人，人家肯定会有要求的。阮雪没要求，是因为他不值钱，我泪流满面。苏广家庭贫困，我当初是心疼他才不要彩礼，没想到在他心里却认为我不值钱。从他们的谈话中，我大概是听明白了，胡秀年轻貌美多金，还看上了苏广。苏广着急想跟我离婚，然后另娶胡秀，但是苏广一来没有钱给彩礼，二来也舍不得我的房子，就还没有提出离婚。两人的说话声继续传来。何招娣，都怪阮雪，今天若不是她多事，臭丫头肯定就被车撞了，车主高低得赔偿我们20万，彩礼不就有了吗？苏广，那你赶紧再来一次，利索一点。胡秀说了，她可以接受我离婚，但是接受不了我有个孩子，她不想当后妈，我抽了好几口凉气，遍体生寒。把女儿扔马路上，苏广竟然是知情的，还赞同了。上一世女儿被撞后身负重伤，司机赔了20万，苏广收了钱却说不治了，治回来也是残废，我守在医院里坚持要治，他却趁着我打瞌睡的那一瞬间拔掉了女儿的氧气管，我崩溃了。当天夜里我就把大门紧锁，放了一把火，跟他们母子同归于尽了。第二天我给女儿办了入读幼儿园的手续，是一间全托封闭式管理的幼儿园，然后就去公司办了休长假的手续。回到家就往沙发上一摊，对苏广说，老公，我被公司辞退了，以后你养我。苏广紧皱眉头，还没有吭声，何招娣就插话了，凭什么？你有手有脚的，凭什么让我儿子来养？我转过脸看着何招娣轻叹一声，妈，我再也不赶你走了，会好好孝顺你的。女儿我也送去朋友家帮忙带了，不用你再操心了。何招娣得意了，昂起了头，现在知道孝顺我了。你一个女人能有什么本事？你就得靠我儿子，没有我儿子你啥都不是。我连连点头，妈，你说的对，说的都对。我开始在家里躺。何招娣让我去买菜，我可怜兮兮地说失业了没有钱，伸手问他要，他气得头疼。何招娣让我做饭，我故意忘记放水把锅煮烂了，他气得大骂我败家。何招娣让我拖地，我故意把水桶打翻弄了一地水，他脚一滑摔了一跤。苏广下班，何招娣就去告状，你老婆什么都不行，做饭不行，拖地也不行，这日子还怎么过呀？我转过身往眼皮边上涂了一把水，立即就跑去抱住苏广，老公，你不在家的时候你妈欺负我，老公，你妈迟早会死的，陪你度过一生的人是我呀，你得帮我，得为我做主啊。苏广还没有反应过来，何招娣就尖叫了起来，阮雪，你敢咒我死，看我不打死你。说着何招娣一巴掌就劈过来，我往苏广的身后一躲，何招娣来不及缩回手，这一巴掌就劈在了苏广的脸上，苏广的脸瞬间就红肿了起来。妈，你干嘛？儿子，妈不是故意的。妈，就在他们母子情深的时候，我大哭大喊了起来，婆婆打儿媳又打儿子，这日子还怎么过呀？家门不幸啊，家门不幸啊。听我这么一喊，何招娣也赶紧跟着喊了起来，儿媳妇不孝顺啊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我的命苦啊。我和何招娣的喊声彼此起伏，苏广的脸都白了，下一秒直接就甩门而去。一连几天我都和何招娣吵架，苏广待不住，晚上直接就不回家了。何招娣嘲笑我守不住老公，我表面上难过的抽泣，心里却是乐开了花，不把苏广赶走难不成还要跟他同房，恶心谁呢？本以为苏广会忍不住提出离婚，哪想到他就一直这么耗着，直到有追债公司的人上门讨债，把一张200万的借条摔他脸上，今天再不还钱你们就给老子滚出去。苏广捡起借条扫了一眼，脸都绿了，转过身冲着我就大吼，阮雪，你他妈的借那么多钱干嘛，还用房子来抵押，你疯了。我低下头打着哆嗦，我只是想带些钱给信托公司帮忙理财，本以为赚了钱就能还上，哪想亏了，老公，我再也不敢了，你帮我把钱还上吧。苏广一把把我推开，这是200万，不是20块，把你卖了也还不上。我瘫坐在地上哭。何招娣指着我就喊，是这个女人欠的钱，你们找她要，房子是我儿子的，这是与我儿子无关。为首的追债大哥大吼一声，老子不管，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，今天不还钱我们就收房。说完手一扬，他身后的几名小弟就冲上前把苏广和何招娣往外赶，我们三人被赶了出来。苏广和何招娣轮着骂我，阮雪，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，竟然敢带钱，房子是我儿子的，你得还我儿子钱。我抽泣着回了一句，妈，你放心，我和老公还年轻，我们一定能把钱还上，把房子赎回来的。何招娣，什么？你还想让我儿子帮你还债？凭什么？我妈，你儿子是我老公啊，这是夫妻的共同债务啊。何招娣气得伸手捂住了心口，身体晃晃。你休想！苏广扬起手一巴掌就劈来，巴掌还没有落下，他的电话就响了。电话接通，苏广按了外放，是苏先生吗？你夫人欠了我们平台10万块，已经逾期了，麻烦你帮忙还一下。苏广慌忙挂断了电话。我小声解释，我网贷了一些资金补仓，不多的，只是贷了50万。苏广的身体也晃了晃，再次扬起了巴掌，巴掌依旧没有落下，他的电话又响了。苏广颤抖的接了，又按了外放。苏先生，你夫人欠了我们平台20万，什么时候还？苏广直接把手机摔了。阮雪，我要跟你离婚，女儿归你，债务归你，我如愿拿到了离婚证。转身就给那几位临时演员发了红包。追债和打电话的人都是临时演员，借条也是假的。
我把房子委托给中介出售，自己另外租了个房子。周末我把女儿接回来，带她去了游乐园玩。女儿玩得很开心，对我说喜欢跟着我，不喜欢奶奶，奶奶让她害怕。我紧紧地抱住她，对她承诺不会再让奶奶带她了。随后我又带女儿去逛商场买裙子，没想到遇见了苏广和一个长着网红脸的女人。爸爸，女儿一看见苏广就伸手想让她抱，苏广却一脸嫌弃，还后退了两步。女儿扁扁嘴巴，委屈得快哭了。我赶紧把她抱起，安慰说爸爸正忙着没有空。苏广身边的女人也嘟起了嘴巴，宝宝，这就是你的前妻和女儿。苏广连忙解释，小秀，我跟他们已经没有关系了，看来这个女人就是胡秀。胡秀扫了我们一眼，转过脸就对苏广说，但是你始终是有女儿了，我爸妈不会同意我嫁给你，不会让我当后妈的。说完甩袖就走。小秀，你听我解释。苏广追了出去，跑了几步苏广没有追上，又折了回来，指着我就骂，阮雪，你故意的是吗？你就这么看不得我好？我耸了耸肩膀，真是莫名其妙。我不想在女儿面前跟她吵架，转身就走。苏广却不依不饶，拦住了我，阮雪，你欠的债还清了？没钱学人家逛什么商场？你就不能躲在小黑屋里一辈子不出来吗？你已经浪费了我5年的青春了，现在还要阻碍我迎娶白富美，你如此害我，良心不会痛吗？我和苏广谈恋爱2年，结婚3年，他说我浪费了他的青春。我忍不住了，当即就口吐芬芳，你嘴巴真臭，狗走过去都得身败名裂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，王八进化了也是乌龟，你就是个没用的龟公，以后被富婆抛弃了乞讨记得绕跑走，不然我把你的碗也打碎。苏广被骂得一愣一愣的，趁着他还没反应过来，我抱着女儿就跑了。我以为可以和女儿过上平静的生活了，哪想到何招娣会突然发疯。这天我突然接到幼儿园的电话，对方告诉我何招娣带着户口不说她是孩子的奶奶，她很想念孩子，非要把孩子接走了。我疯狂拨打了何招娣的电话，她在电话那头笑着说，奶奶想念孙女了，带她玩一会儿。不行妈，我正要开骂，电话里头就传来了女儿的声音，妈妈我在家，话还没有说完电话就被挂断了。我突然想起房子还没有售出，钥匙也没有更换，何招娣是把女儿带回家了。我匆匆赶了过去，刚打开房门看见眼前这一幕，我双腿一软，差点没有吓晕过去。你干什么？赶紧放了我女儿。何招娣竟然抱着我女儿放在窗台上，窗户打开着，女儿的双腿悬空，一听见我的声音女儿就哭了。妈妈妈妈，我不想跟奶奶玩。我鼻子一酸，何招娣竟然骗我女儿说这是在跟她玩。我悄悄地走过去，才走了2步，何招娣就察觉到了，冲着我大喝一声，别过来，再过来我就把她扔下去。我赶紧停住了脚步，她是你的孙女，亲孙女啊，你想干嘛？何招娣，呸，赔钱货而已，又不是我孙子。我暂且忍了，不敢刺激她，只得哄着，只要你放了孩子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。何招娣冷笑，我想住大别墅，你有吗？瞧你这穷酸样，能给我什么？胡秀就不一样了，她是白富美，只要我儿子娶了她就什么都有了。我，那就娶啊，我跟苏广已经离婚了，她想娶谁就娶谁。何招娣，你以为我们不想？还不是因为这个臭丫头，人家嫌弃苏广有孩子。我怒吼，孩子跟我，这跟苏广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何招娣，胡秀是白富婆，还没结过婚呢，人家家里介意呀。我的身体晃晃，就因为胡秀轻飘飘的一句话，何招娣就要对自己的亲孙女下毒手，这女人又蠢又毒。女儿的小脸蛋全都是泪水了，穿的公主裙也被划破了，我的心一阵阵揪痛，恨不得冲过去把何招娣撕了。我，何招娣，你这是谋杀，我女儿若是出了事你也逃不了。何招娣，我有什么罪？我只是带孙女回家玩，是她不小心掉下楼的。我跟你的婆媳关系本来就不好，谁会相信你说的话？我还要告你，不让我这个当奶奶的看望孙女呢。说完何招娣的手一推，把我女儿整个身体都推了出去。不要，我尖叫着冲过去，往窗户外一看，女儿被潜伏在窗外的警察抱住，正沿着逃生绳缓降。我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，刚才赶过来的时候我就已经报警了。转身一看，何招娣也被冲进来的2名警察制服了，她还不服气的在嗷嗷叫，你们干什么？凭什么捉我？我只是在陪孙女玩，是她不小心掉下去的。我冲过去啪啪啪打了她2巴掌，又踹了她2脚，若不是被警察拉开了，我能把她撕碎。我把女儿安顿好就去警察局录口供，一看见我，苏广就冲过来，阮雪，你赶紧签了谅解书，我妈只是跟女儿玩的，她有什么错？我二话不说一巴掌就劈过去，顺手拿起桌面上的警棍就打打打。我只是发疯了，我有什么错？我被拉开后，苏广也发疯了，哔哔哔的骂，还要告我打她。我打开手机播放了何招娣拉我女儿过马路的那段视频，又播放了刚才录下的音频，何招娣发疯时说的话我都录了下来，这些都可以作为证据。苏广打着哆嗦又哔哔骂，阮雪，你竟然栽赃陷害我妈，你怎么能如此狠毒？说着伸手就要抢我手机，我一脚踹中她下腹，她痛得嗷嗷叫。我转过脸就对警察说，我要告何招娣联合苏广和胡秀一同谋害我女儿。陪同苏广一同前来的胡秀身体一僵，愣了，不是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跟你女儿无冤无仇，我干嘛要害她呀？我没有理会胡秀，而是把手机交给警察说，胡秀对苏家母子说她不愿意嫁给苏广，是因为苏广有一个女儿，暗示苏家母子把我女儿除掉她就愿意嫁了。何招娣害我女儿的动机就是胡秀说的这句话。胡秀慌了神，连忙解释，没有，我从来没想过跟苏广结婚，无论她是否有孩子我都不会跟她结婚的。这回轮到苏广慌了神，一把拉住了胡秀的衣角，小秀，你说什么？你不是说你很爱我吗？
如果我没有孩子，你家里就会同意让你嫁给我了吗？胡秀一巴掌就劈过去，你以为自己是谁？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了。说完转身就走，留下一脸懵逼的苏广。何招娣把一切都自己揽下了，他被收押，苏广和胡秀则是一点事情都没有。我去看何招娣，戴着手链脚链的他还冲我吼，阮雪，你竟然敢告我，我是你婆婆，换了是以前你会被进猪笼的，赶紧签下谅解书放我出去。我沉默不语，良久才开口，你儿子在外面风流快活，你在这里受罪，你就一点也不记恨你儿子？他愣了愣，双目无神。我继续说，把你儿子供出来，你的罪也可以减轻一点。他却哈哈大笑了起来，你休想离间我们母子，我儿子在外面享福就等于我享福，我高兴着呢。我抽了抽嘴角，何招娣，胡秀是白富美，他可喜欢我儿子了，我儿子跟着他一辈子也不用愁，你就妒忌吧。苏广和胡秀确实又好上了，苏广已经搬进了胡秀的别墅里，两人过上了同居的生活。我没有吭声，而是掏出了手机给何招娣看了几张照片，是胡秀和一位老头的亲密照。何招娣震惊了，这人是谁？我笑了，还能是谁？当然是胡秀的金主啊，我不会轻易放过苏广和胡秀。那天之后我就悄悄地调查了胡秀，一查才发现他根本不是什么白富美，只是被人包养的小三。他的金主不在本市，他是瞒着金主在这里租了别墅和苏广玩耍而已，他贪恋苏广的皮囊缓解空虚而已。苏广以为捡了个白富美，一心想入赘豪门，整天想着逼婚，胡秀就找了个家里不同意嫌弃苏广有孩子的借口。何招娣急了，那你赶紧去告诉我儿子，让他不要再被胡秀骗了。我继续笑，急什么，你儿子的钱还没有被骗光呢。何招娣，你什么意思？胡秀还骗我儿子钱了？我是你儿子为了哄人家带钱给人家送名牌包包送化妆品呢。苏广那个蠢材以为把胡秀哄开心了就可以入赘豪门了。何招娣怒吼，你为什么不阻止他？他是你女儿的亲爸呀，我要出去，我要出去找我儿子胡秀那贱人，我要杀了他。很快何招娣就被控制住了，只能红着眼睛在吼，什么也做不了。等他认清现实，发现自己根本出不去的时候，又低下头来求我，阮雪妈，求求你了，你帮帮苏广吧，你们原本就是夫妻啊，你们还有个女儿，如果不是胡秀插入，你们还很幸福的，你们还年轻，苏广借的钱你们可以慢慢还呀。我白眼要翻上天了，忍住恶心凑近何招娣小声说，我恨不得苏广死呢。放心，你们会一同下地狱的。说完转身离开，不理会身后的巅峰怒吼声。胡秀和苏广同居一事被金主发现了，没错，是我告发的，我不但告发了还跑去看戏了。金主带着两名保镖把胡秀和苏广从别墅里拉了出来，当着一群吃瓜群众的面打了。胡秀被打得嗷嗷哭，爬到金主的面前抱着他的腿哭，宝宝，是他勾引的我，我知错了，你原谅我吧。金主一脚把他踹开，骂骂咧咧，老子花钱养着你，你竟然敢给老子戴绿帽。再怎么懵逼的苏广此刻也明白了，他竟然是小三的小三，真不是一般的丢脸啊。气不过的苏广爬了起来又去打胡秀，妈的，你竟然骗我，你把我害惨了。刚刚痛失了金主的胡秀也气不过，一巴掌就扇苏广脸上，都怪你勾引我，没有了他我还怎么活呀。两人相互责怪扭打在一起，画面太美丽，我不忍直视转身走了。没想到第二天苏广竟然在我公司楼下堵住了我。阮雪，我就知道你没有被辞退，你也没有欠债，房子也还在对吗？我心头一颤，糟了，被他发现了，房子已经卖掉了，钱也存好了，我今天是打算回公司辞职，然后就和女儿换个城市生活的，没想到被苏广堵住了。我正寻思着如何脱身，胡秀就冲了过来，一巴掌劈在苏广的身上。苏广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瞒着我来找前妻复合，你休想甩掉我，我这辈子是跟定你了。我惊掉了下巴，他们俩竟然还能在一起。在两人的拉扯中，我大概知道了一二。昨天胡秀被打破了相，担心再也找不到别的金主了，便下定决心缠住苏广，寸步不离地跟着他。今天苏广是趁着胡秀还没有睡醒偷偷走出来的，我迅速发短信报了警。这时胡秀突然安静了下来，因为苏广掏出了刀在他面前晃，你别吵，我在找他要房子，把房子卖了我就有钱了。昨天在他们的吵架中，我得知苏广贷了100多万，已经还不上了，现在就来打我房子的主意了。一听见有钱两个字，胡秀的眼睛都亮了，也不吵了。下一秒苏广手中的刀移到了我面前，在我面前晃了又晃。阮雪，乖乖的把房子卖了，把钱都交给我。我屏住了呼吸，故作镇定的反问一句，老公，我已经把房子卖了，我现在就把钱都给你转过去，我们复婚好吗？一声老公令苏广的魂也丢了，一时间缓不过神来。倒是胡秀急了，立即挽起苏广的手臂宣誓主权，苏广是我的，你休想。我望着苏广装成情深款款的模样继续说，老公，我有钱又能干，胡秀什么都没有，你会选择我的对吗？苏广动容了，收回了刀朝我伸出手，老婆，有你真好。我笑了，也朝他伸出手，不过我们俩的手并没有牵上，因为胡秀发疯了。胡秀一手扯住苏广的头发，一手扇着他的脸，一边打一边嘶吼，苏广，你果然要抛弃我，我跟你拼了，你还想跟他复婚？没门，我过不下去，你也别想过了。苏广一开始被打懵了，不过很快就缓过了神来，也一巴掌一巴掌地扇着胡秀，一边扇一边骂，若不是你我会离婚吗？你明明是个婊子却装成白富美，我被你害惨了，贱人，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活。两人的战斗力强劲，我赶紧后退，免得被他们伤到了。混乱中胡秀摸到了苏广口袋里的刀，掏了出来一刀捅了过去，
警察赶到，现场一死一伤。我再次去看何招娣，他一脸警惕地看着我，你又来干什么？我笑了笑，反问，怎么不想看见我？不想从我口中得知你儿子的消息？他别过了脸，不需要，我儿子会来看我的，不需要你的假慈悲。我，那他为什么还不来看你？何招娣愣了愣，脸上掠过了失落之色。不过他很快就缓过了神来，一脸得意地说，我儿子忙，他是有大出息的人，他在忙着赚大钱，等着我出去孝顺我呢。在何招娣的眼里，他儿子就是全世界最好的男人，他儿子也就是他的全部，是他的全世界了。反正他儿子的一切都是好的，都是对的。呵呵，他还想着出去呢，我能让他活着出去吗？我冷笑，苏广确实想着赚大钱，等你出去孝顺你。可惜啊，他命太短了。何招娣，你胡说些什么？你竟然咒我儿子？你怎么能如此狠毒？你这个毒妇，难怪我儿子不要你，你该死。何招娣在哔哔骂，我就看着他笑，一声也不吭。直到他骂累了，终于安静了下来。良久，又不放心地问，我儿子到底怎么了？他不会有事的，不会的，我是没有什么事，只是把命丢了而已。何招娣瞪大了眼睛，连连摇头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我就是知道他不相信。下一秒，我掏出手机，打开了苏广被捅的视频，循环播放。视频是被吃瓜群众拍到的，放到了网上。啊，胡秀那个贱人，他怎么敢？我要杀了他！我的儿啊，我的儿啊，我要出去，我要杀了胡秀！何招娣歇斯底里的骂，骂着骂着就晕了过去。当晚，我就接到通知，何招娣突发疾病，抢救无效，去了。我带着女儿换了一个城市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这天，我早早就去幼儿园接女儿，竟然看见她被一个男孩嘲笑：“没爸的孩子像根草，你没有爸爸，你没有爸爸！”我鼻子一酸，立即跑过去，刚跑近，就看见女儿把男孩一推，还在他手臂上咬了一口。男孩坐地上哗哗大哭了起来，女儿小手叉腰，居高临下的喊：“你是坏人，你欺负我，我就咬你！”我笑了，紧皱的眉头也舒展开了。家里出事之后，女儿曾经问我：“妈妈，奶奶和爸爸为什么不喜欢我？是我不乖吗？”我摸着她的小脑袋说：“宝贝，你很乖，妈妈就很喜欢你。是奶奶和爸爸不乖，妈妈也不喜欢他们。”女儿眨眨眼睛，似懂非懂：“妈妈不喜欢他们，那我也不喜欢了。”我把女儿紧紧的抱入怀，教导她要学会保护自己，不能被人欺负了。不管那人是谁，欺负他的都是坏人。没想到小小年纪的他还真的听进去了。我走过去把女儿抱了起来，在她的额头上亲了一口。随后我带她去买了小蛋糕，对她说：“宝贝，你今天保护了自己，非常棒。”她吃得满脸都是奶油，看着我咯咯笑。全文完，感谢观看。